一封悔恨的遗书，疑点重重。刘云坠楼前，你们发生过激烈的争吵？一次预谋的报复，横生枝节。是你跑上车子来的？反正人已经绑过来了，闹一笔算了。合谋的绑架让人心经受考验。我想知道孙杨他到底是爱钱，还是爱我？敬请收看周末重剧场《无舵之舟》上集。你真的跟刘云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吗？一定是刘云她老公。是孙杨害死了她。我今天一定要假戏真做，她到底是爱钱还是爱我？你个畜生！现在把包扔下来。看，全身飞保值。跟我在一起那么久，我居然不了解他。我要跟你离婚，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我。小心。是吗？老辉和林强认识？原来你和林强早就熟了。你俩都活不成。干什么呢？走什么走？我扇子，扇子，哼！我说最近怎么厂里总是就是电动单车呢？都是你干的吧？你夹贼难防，你是？哎，老肖，我告诉你啊，把嘴放干净。哎，这什么？你给我什么？你算了，动不了你。吃你！哎。师傅，什么情况？金莲凌城的事儿，估计是跳楼自杀。这么确定？那就甭查了，撤吧。对不起啊，师傅。你们警校就是这么教学生的？你可别跟别人说你是我徒弟。不是，师傅。死者独居吗？死者有个丈夫，是汽修厂的工人。啊，根据我们对邻居的走访，说是死者在坠楼前一个小时，两人发生过很激烈的争吵。科长，死者房间发现的。
他叫刘云，住三楼。林强，对不起，我终于决定还是离开你。我真的很爱他，但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因为我而和他老婆离婚。我好痛苦。说吧。刘云是我老婆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可据我们了解，刘云坠楼前一小时，你们发生过激烈的争吵，对吧？是，我们是吵过架。刘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说了，离婚。为什么呀？这种苦日子我已经受够了，我不想再跟你过下去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包工头好上了啊？对啊，我们一起三个月了，而且他也不是第一个。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你嫌丢人吗？你丢人？我连洗澡都要在这泡澡堂子排着队，你说是我丢人还是你丢人？要我滚，我就回厂里了。这事儿你们可以去问我厂里的同事，他们会为我作证。江小东，真是这样好不好？我现在状态真的很不好，我想先回去休息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先回去休息一下，保持通讯畅通，我们可能随时在家里过来。怎么认识他呢？我怎么会认识他？你说，他们那么年轻漂亮，怎么就死了呢？我怎么知道呢？这么晚了，在这休息吧啊，没事了，睡吧啊，明天上班呢。都成这样了，一大早你磨磨唧唧的，你知不知道儿科医生很难约的？挂啊！知道了。孙杨，孙杨，你跟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又在外面欠钱了？没有。真行啊你！就是之前那豹哥，他跟我公司做事儿，欠了200万工程款没还他。孙杨，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我爸把公司给你，就让你这样败家的，是不是？小倩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公司账面上就那么多钱，我也不想啊。哎，你不是有200万私房钱吗？要不你先借给我，等公司周转过来，我立马还给你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那钱是爸爸给我跟乐乐的，你自己弄的事儿自己解决，开车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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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个人从哪钻出来的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他一上来二话没说就把我揍了一顿。小倩担心孩子，就跟着上了车。这劫匪开车就跑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追呢？当时我哪反应得过来啊？等我反应过来，他早跑了。你好好想想，平常生活中有什么仇家没有？警察同志，你知道我们是做生意的，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得罪人。我倒是知道这么几个人，但他们也干不出这绑架人的事儿啊。这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大家得讲道理。还有件事，希望你能如实回答。啊？我真有急事儿，没急事儿我也不会找你，是吧？你们上午在船上打牌，老板扣的是老子的钱。是是是，记你账上啊。行行行，就把钥匙给我，回头请你吃饭。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就别问了，是真有急事儿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好不好？记得还钱啊。放心吧，走啊。是豹哥，豹哥他们又是谁呀？你不是豹哥，那是谁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看着我，看着我！我问你，你认识刘云吗？他被孙杨害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孙杨害死了他。通过我们对刘云通话记录的调查，发现这半年以来，有一个号码跟他联系非常频繁。你好好看看，这个号码是你的吗？对，是我。你们不会是怀疑是我吧？刘云不是自杀吗？
谁跟你说是自杀？我问你，你跟刘云是什么关系？我跟刘云没什么关系啊，他是我的秘书，我是他的上司，我们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啊。那这份通话记录，他是我的秘书，我每天那么多事交代他，他打个电话也正常吧？多事情向他交代，要交代到深夜两三点了。警察同志们，我们是做生意的，没有时间观念，你们不明白。我问你，刘云坠楼身亡的那天晚上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当然在家睡觉了。我跟他累了一天了，晚上不到十点我就上床了。你们不会以为刘云是我杀的吧？你们要是不相信，你去问我老婆，我总不能有分身术吧？一边陪老婆睡觉，一边去杀刘云啊？飞扬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跟刘云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吗？真的。我可听说了，你给他在二环边上租了一套房子。更不可能杀了你老婆！我求求你，还是放了我吧！我求求你，张小倩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这是事实。不管是刘，那也是你老婆勾引他的。只是上下级关系，那需要你给他租房子吗？那个时候，跟她老公在闹离婚，她想搬出来住，一直找不着房子，就让我帮她先租个房子。后来她把那租房的钱给我了呀。是吗？那可有邻居看到，你经常大半夜去找她，工作上的事儿，有必要深更半夜去家谈吗？警察同志，我跟你们说白了吧，我和刘云真没什么，是刘云他一直勾引我，我都跟他讲清楚了，你说明白，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，他也是有老公的人，让他自重一点。可是他还要你说刘云勾引你，你难道就没对他动过心？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，有一次出差。就发生了，我发誓啊，只有那一次，那次以后我又跟他说清楚了，我们就是正常的同事关系。可是他还威胁我，说要跟我老婆离婚，他就自杀。等等，你说刘云威胁过你，要是你不跟你老婆离婚，他就自杀？是啊，他还写了份遗书拍给我看，我以为他是闹着玩的。谁知道？孙杨为什么要骗刘云？你老公孙杨就是一人渣，就是一骗子！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你自己没本事管住自己的老婆，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别人身上，我最看不起你这种男人。温小倩，我错了，错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吧，孩子还发着烧呢，如果再不去医院，他会死的，我求求你放了我们吧，我求求你，好好啊、你干嘛呀？放掉我孩子，你放了我，过来，你放了我，进去，你放了我。警察同志，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是刘云他一直勾引我，
等等，是他，一定是刘云她老公。他觉得刘云的死和我有关系，所以就绑架我老婆和孩子，他这是报复啊！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，而且你也给我们描述了案发现场的情况，温小倩是自己跳上车的，说明绑匪一开始的绑架计划里头，并没有想绑架温小倩。你先回去吧，一有你老婆孩子的消息，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你真的跟刘云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吗？一定是刘云她老公。是孙杨害死了她。我今天一定要假戏真做，他到底是爱钱还是爱我？你个畜生！现在把包扔下来。看，全身飞保值。跟我在一起那么久，我居然不了解。我要跟你离婚，你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我。小心。是吧，会和林强认识。原来你和林强是好的呀，你俩都活不成。行啊，强子，我说你这两天跟我借货船钥匙干什么？原来在这儿。怎么，这老婆刚死闲不住了，要玩回家玩去？你扔我这儿干什么呀？黑哥，别胡说，你是准备绑架他吧？这犯法的事儿你可别牵扯我进去。我也没绑架他。你还说你没绑架我？那你把我关在这儿算什么？啊？要不这样，反正人已经绑过来了，干脆捞一笔算了。对，对对对，他说的对。我老公真的很爱我的，你打电话给他，你要多少钱他都会给你。我闭嘴！你。发什么呆啊？你没听见？人家自己都说了，干嘛跟钱过意不去啊？先说好啊，你那份要不要，你给我。你把人关到我的船舱里，我也担责任吧？你总得给点补偿金吧？
听见没有啊？你要不同意啊，我现在就报警，我就说你把一个女人关到我的船舱里，我看警察来了你怎么解释？师傅，我觉得刚刚孙杨怀疑是林强绑架了温小倩，虽然没什么证据，但是也有一定的可能。说说你的想法。您看啊，刘云爱上了孙杨，发展成情人关系，刘云肯定不想一直只做情人，就逼着孙杨和温小倩离婚。我们刚拿到一份资料，孙杨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是温小倩的父亲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孙杨和温小倩离婚，那他一分钱也拿不到，所以孙杨根本不可能和温小倩离婚。那么极有可能是孙杨怕刘云找事儿动了杀心，林强认为是孙杨杀害了自己的妻子，所以有了后面的一番绑架。师傅，您觉得？不是师傅，您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分析的不错，但是现在不能下定论，继续侦查。啊？科长，在儿童医院发现了温小倩和孙杨的孩子。走，去看看。好。孩子是回来了，小倩呢？你们是怎么做事啊？大半夜一个人潜进医院，把孩子放那儿就跑了，你们这么办案的呀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，师傅，孩子的烧已经退了，你先把孩子带回家，好好照顾，等我们消息。抓过来这套啊！哎，你是不是不想好我钱了？报告，我真没那么想。我现在是真没钱，你再给我点时间啊！我要你跑啊！你给我跑了，你把那个包拿了。你看啊！真的，你看我。你把老子找报告，两百多万的工程快拖了一年，我兄弟几个辛辛苦苦的给你干了这么多，你敢不告就不告？我没说不给啊，豹哥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老婆被绑架，你可怜可怜我。你编，你继续给我编，我就一句话，有没有钱？我真的没钱呀、啊。没钱？到底有没有钱啊？有没有钱啊？有没有钱？哎，有钱，你有钱你不给我，你耍我是吧？喂，喂。你老婆被绑架了，绑架是吧？不给钱就撕票是吧？想撕就撕了。哎，你小子可以啊，找人一起蒙我是吧？没有吧，真绑架。老子给你三天时间，你三天之内不把钱给我还上，就不是挨打掐水里了，听到吗？
说你老公会给钱吗？他没给你们钱吗？可是我们没看到钱呢。你老公没给钱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我警告你啊，你别过来！救命啊！你叫我，我开始过来救你。黑哥，全部松手！黑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娘们想跑，我都葬身葬身的。你说是要钱吗？钱呢？老子把人打进去了。黑子，我警告你，这钱拿我的，这要钱人不能动。你要再这么下去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还是走吧。什么？只要你回去之后答应我不报警，我就放你走。那200万你不要了？哼，不要钱？你就这么想跟我们钱吗？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如果你放我走了，老黑那边你怎么交代？行了，这事你不用管，我来处理。我不走，我一定要假戏真做。我想知道孙杨他到底是爱钱还是爱我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，我也知道这200万换不回一条人命，但是我希望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。事先说好了。哎呀，你别磨磨唧唧，你个大男人，忙好了没啊？快点，快点，把完事让开。好，开始。老公，快来救我！夹在我另外一个账户里面，卡在我出生孩子的抽屉里面，密码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老公，快来救我！千万别报警啊，老公！查过了，这个号码是假证办的。秦阳同志，您要救我老婆。Thank you.
喂，我在商场。什么？到杨梅洲老船厂？不是，我是一个人啊。好好。到了，你人在哪儿啊？你确定是一个人吗？我确定一个人。好，看到前面那个楼梯了吗？看见了。上来。到了，上楼梯，往边上走。你人在哪儿啊？再往前走，现在把包扔下来。不是，你人到底在哪儿啊？少废话，现在就把包扔下来，快点，快扔！好好，快扔啊！林强认为自己妻子的死和孙杨脱不了关系，一怒之下想找孙杨报复泄恨，在停车场怒棒殴打孙杨，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。随后保安赶来，林强开着孙杨的车逃跑，这种行为涉嫌抢劫罪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3条，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63条，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虽然林强在逃跑过程中无意将温小倩母女带走，但在后面将两人关在货船里的行为是涉嫌了非法拘禁罪。后来在黑哥的唆使下，林强向温小倩的丈夫孙杨勒索200万，这就构成了绑架罪。黑哥和林强属于共同犯罪，黑哥为主犯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9条，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，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情节较轻的，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
在绑架的过程中，黑哥企图侵犯温小倩，被及时赶到的林强阻止。黑哥涉嫌强奸未遂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36条，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第23条，已经着手实行犯罪，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，是犯罪未遂。对于未遂犯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眼下，刘云坠楼身亡的真相还未解开，但林强已经将罪魁祸首锁定在妻子的出轨对象孙杨身上。现在，不仅孙杨的妻子温小倩被意外卷入进来，而且半路又横生枝节，黑哥的威胁让林强不得不继续囚禁着温小倩。而温小倩为了考验丈夫的真心，竟伙同林强、黑哥假戏真做，共同策划了这起绑架事件。现在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心魔，怀着各自的意图，等待着200万赎金的到来。但一切会如他们想象的这么容易吗？而温小倩甘愿把200万拱手让人的原因，又是否真的如她所说的这么简单？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下集故事。